巅峰的我来了。所以啊，我是特意等点燃好，我要杀一波 ADC， 因为 ADC 的血量比较多，他出了黑切啊。我教你们在团战的时候，团战之前如何去秒杀一个。哎呦，他出影魔刀了，那就不好搞了，那这就不好搞了。哎，没关系，你注意看啊，一个屏幕啊。哟，没死啊！我点燃是给他中路的，我本来是要双杀的，你知道吧？我本来是要双杀的，我没有探他 AD 人头，因为 AT 我认为他已经没了，但他运气有点好。你看，我刚才突然的一个出现，他的双 C 没了，啊，只是没死掉，有些遗憾。你想干嘛？你看这伤害是不是很夸张？魅惑打中，有伤害提升。哎，你胆子好大啊！等等，我没打着，打中打中，魅惑打中就爆炸，大招马上好，送他们一波五杀，五杀来了，大招马上好了，冲进来就是无感魅惑，给他给歪了，给歪了。